大家好，我是杨百万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，然后地下城今天又进城了，他准备去买一点衣服，他叫我在小区门口等他，他开车来接我。不知道他开的什么车啊？啊好，地下城来了，怎么今天又换了一个车呀？新买的。妈耶，本来我还以为今天要上班的。今天浪子有没上班嘛？打起来。我那个。我干妈生，我干妈生。哦，就请假嘛，就请一天嘛。请一天噻，他那个就这里，他那个不存在请假，哥儿昨天都是妈的去了都有，没去都没得。哦，那还是很自由嘛。自由得很。哦。起码每天都不习惯。车都要有个熟悉的过程噻，都是有个熟悉的过程。习惯，太矮了。嗯。还是女娃儿骑的，妈了个批！走，嗯，有，嗯，这几天。我在讲啊，在网吧头的兄弟怕不好过哟，天气冷起来了，我是。他还没开空调吗？他没有开，没有。我感觉你在他要自信很多了，比在网吧头要自信很多了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腰包头有两个了，哎，走路都要那个硬，走路啊，说话呀，都还是有差距了。哎，那乙醇的还可以，要不要看一下嘛？可以，乙醇的也不贵噻。要钱？你准备买啥？我知道前面有叫啥子，就是伊士杰。伊士杰啊？哎，那个不要讲价的。买一套大概准备好多钱嘛？500块钱。500块钱哪里都可以逛了噻。我给你介绍，我要买一套一身假孩子嘛，啊，走那个海南之家去买，毛线，真的100多块钱，我这个就海南之家都是100多块钱，走嘛，你走海南之家去看一下嘛，真的不贵啊，我不骗你，一点儿不贵，100多块钱，一年只逛两次海南之家，一次买货，一次退货，原来那个步行街那个衣饰店。关了门了啊，我没看到啊，我买衣服的，买秋装的，我还想穿点装出来。我今儿看走进来一趟嘛，要得，懂得。当妈的都是啷个子？我妈也是一样的。他我好多油的年买，他我买、哦。要便宜点啊！哎，好多香肠里面便宜点。不一定，这个说白了。我买件外套，买件外套跟他下去。看一下嘛，那天海南之家在前面。走吧，走。我去捞件外套，然后走油田去买。啊、哦，锤子。真的、啊？没得必要的，我觉得不一定。我妈也耍家，主要是陪哈他。嗯，可以。他跟我老二两个就在婚礼的吧？那可以看一下嘛。结婚10多年的。这种情况很好多。现在那个年代，离婚好久正常哦。对的很。陪我老婆怕我买皮鞋，老子就想买双皮鞋或者是板鞋。啊，进去看一下嘛。还有点烦躁。欢迎光临面前。好 ，thank you， 三个。那个秋装、冬装、外套，啊，哎，这件还可以看，你还别说，一进来就看到，绝多厚啊，好多钱，498，打不打折呀？这种衣服现在，吊牌价啊，要不要时间嘛？都看一下嘛。哪一种？这件还多好看，我们先转多看一下嘛。太成熟了吗？这个太成熟了。这款喜欢吗？这款也还可以，也紧张。穿多大？你可以试一下嘛？那种好多钱呢？那件？358。358，可以不？还超预算了，超预算了。我妈给我买一下。我基本上我晕船那个活路前接到了，好看，这件衣服真的好看，多适合你。你晕船那个基本活路前接到了，8000多，那还可以，那没事的，整一件。里面穿个棒球，你
边穿个圆领的。圆领的。嗯，对吧？这件好看的。哎，这件衣服真的好看，多适合你的。下面配啥子？牛仔裤。下面牛仔裤啥子裤都配得出来。哎，你不讲，等一下我都告一下这件衣服。那个动了那件喽。就看，马上就搞定了啊。速战速决，哇，好耿直哦，好耿直哦，一试就。男人什么时候最帅？就是刷卡的时候最帅。你不能摸到钱，这个要造啊！哦，你们就这样子就去了，洗不清吗？啊？哎，那个是啥子吗？拍录像，走了，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，来那个拖鞋，我在拍他。这个鞋儿把你轰出去。不存在，我是老顾客了。再见。拜拜。穿起噻。那就是这。但是你刚刚都穿这一件。刚起这一件。那我们就准备，就地下城开车送我回去了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来，各位拜拜。拜拜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